我把那个八二二啊 ，OK 了。你怎么哭哭声？还蛮女方，哎呀，这个。姐，你尽量是。一个彩带人的啊，恁有用啊无？阿伯啊，这两个是招待的啦，这是妹妹家的。对啊，去对啊，姐啊，这是我买的。啊，伊的新鲜的，我摕给伊啊。我那个秋花这两个在啊。这两个招待的。好。耶！哦，快快换我，换我。啊，遐个五袋啊呢？来提过，用新人的朋友三袋，三袋来给你吃。伊的同事诶，伊的同学。差。温度啊，很冷说，因为里面放冷气啊，但底下人多，菜上来就变热。Dream come true。啊，男孩子嘞？男孩子在我婆婆那里。好。啊，他们过来。叫人家把人那个停车车停就停。好，高人在，高人在，对啊。哎，你别话鬼啊！你停停边，我来啊。做那个宝哥的，或者是什么要紧的。放新娘车上面啊。已经在后台车后面了。要的，确定好。对呀、啊，后面有一台，我举过你的钱啦。紫菱家啦。在参观。新娘之后，然后大家现在就开回去。对，大家都没有。是要照着这个。他刚刚喊完了，没看到。感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。教养子，来，新娘到我家，以后跟囝子安尼。要拍吗？阿伯，阿伯是没包我知，我嘛不知，我不敢吗？我喜欢保留。时间没搞，新娘没有对爸爸说的，好也没有，我得。他说：“我准备生育之恩，感谢学养育之恩，感谢教养。”妹子吧，录影啊，动一下。好了没？他们在那个旧家那一段很好笑，大家来，好了，起来起来，这进餐有东西可以。拿回去做。对。我很辛苦养大的侄子终于去长沙，我们他也来了。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，给我们来动，朋友也帮我们准备一下你的酒杯。